我知道你在气什么。可你既然见着了，就应该明白，我只是让小公爷别带着仇怨，并没有一丝逾矩的呀。我亲眼所见，你并无逾矩。那你还气什么？但你跟袁若说，让她珍惜身边人，那你有珍惜过我吗？你给我那个妾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为着侯爷着想才收的呀。你为了我好，就给我那个妾？隔壁院虎视眈眈，你姑母受了他的蛊惑，特意来堵我。我先是散了你那些通房，结果又来了一个朱曼娘，如今还闹到了朝廷。若我今天再拒了你姑母，那他们两个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到时候不还是侯爷你去弹压吗？我这也是为着侯爷的清静着想的呀。你不是为了我着想，你是为了你官人着想，你是为了侯爷着想，你有想过我吗？你一次都没有。可你不就是我的官人吗？可我也是你的二郎啊，我也是仲怀啊，你能为我想想吗？你是二郎，你是仲怀，所以呢，